哦，啊，我的二喵，我好想它呀。你家才二。喵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要干嘛去啊？换身衣服，洗个头啊！又作是不是？站都站不稳，还要洗头？我头都快臭死了！不想好好恢复了？我想啊，但是头也得洗。要不搭把手呗？你想让我伺候你洗头啊？小哥哥不是人民子弟兵吗？那么多事儿啊，要么你自己写。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这是梁队长的地盘，如果再啰嗦的话，就要被赶出去了。你干什么？我去拿毛巾。你别动，我来拿吧。我自己拿，我来拿。对不起，别动。这有个碎头发。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